然后就被喷倒啊。他喷了我一下99。那就省罩子直接。其实可以省，但不好说。还是你直接盖在他的蓝柜上面。因为我是怕其他组 pick 出来抽我，我才丢罩子。主要是我们上面那一块其实没有地方可以踩，没有掩体。对啊，会被另外组看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说直接推啊，干踩推下去的时候滑铲踩在他们两个头上。MCN 都随便都可以进吗？谁都可以进吗？不知道。MCN 的老大是那个鸡掰啊。鸡鸡吧 ，NTIU， 这两小时就下班。到中间，好，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安一恩一，入场费已经便宜很多啦，上赛季这里已经要一百一了吗？好像，我拿右边，啊，有一组啊，有一队啊，他会不会跳左边？嗯，左边吗？有一个僵尸撞我们，抢枪。哎、欸！旁边还有一个，啊，刀！我不死救他。啊！来。他没下来。我拉个血。哪里啊？在上面。有凤凰。都拉满。嗯，我剩拳头啊，然后我给你弓箭，我给你哈伯克子弹。那我跟他对枪啊。来哈伯克子弹，推他喽，对吧？对，他应该跑了。